不过纯嘞，就是啥子？那他去做他清汤头煮脚，那院子那些就来烫到锅头，还有嘞。清汤，它清汤有底料的吗？就是底料嘛，调到底料头嘛。那能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！你还一勺鹅汤，那个一勺鹅汤，而汤要去倒到那就是那样好吃。好吗？懂。你才不懂。还会吃，还会吃，还是自由的。你才不懂。人这些，买了一包串串，买了一包小火腿肠。啥子串串？串串那种的。串的面块上那种串串的。那种一般都是油炸的呀。没有油炸呀。好。还有快点来了。黄。黄瓜拿来干啥子？黄瓜用来烫嘛，给哦。那个是拿来炸的，油炸的那种骨肉香面。丸子，丸子，还有啊，豆腐，还有包火腿肠。那个豆腐好吃。我这边三个都是。我看看，那个豆腐挺好吃的。还有饺子。有饺子。不要。今天那个鱼可能不得停。基本上没停过吧？才做了好几天时间。我发现回来天天吃大餐，人都要长累了。哦，那个火锅料好香哦。脸都不洗一下，那你洗了没得嘛？我刚洗了。我洗了。哎，你玩儿。厨房的时候呢，滚到那边。我们安静过来的，我滚了。滚过来。在那里一碗喝水，我不我不脾气，我脾气吧，我闹了没到呀？那个蒜搞得那么细是哪个？他切的，切是像那个胶的一样。刚才要不要？奶奶，妈妈吃生的。你生的要吗？生的要吧。把你打开。这个来，姜蒜，切一下。
那个熟了，我比那个应该有肉味儿了。你知道猪肉就把它弄起来，多少都弄下去。它都是辣的。辣，外面就是辣。你放辣椒。这边是辣的。这都是清汤辣的。是辣的。哎。是不是那个熟了？那个熟了，兄弟，这玩意儿该熟了。还不是那个。熟了。二十号星期几？本来是中午休息，下午休息，上班，上班休息。啊。这个我们这个上班，星期五休息啊，十九号就是大休息。啊。他就